这两天，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的油菜花开得正旺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共赏千里花海。我现在就是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的张池村，从空中俯瞰，满目金黄，阡陌纵横，油菜花肆意盛放着，大地仿佛被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颜料。不少的游客啊，都来到这里赏花、踏青、拍照。那么沙洋县呢，是地处江汉平原，有着璀璨的农耕文化，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油基地。常年的油菜种植面积啊，在70万亩，这其中呢，有约20万亩是高油酸油菜。